你要搞清楚啊！大家一直以为谢金燕小孩子，她其实成熟了，男未婚女未嫁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可不可以呢？不行！你这先短，这先不赢啊，先不赢。还没结婚就要离婚了？谢金燕，我跟你讲，可以是可以，你买要探听，接了两个红箱，唱几条挂好的针啊！来来，啊，还有歌啊？还有外号的呢。我从山林来，走过地野，跨过河溪向前行。夜郎来啦，夜郎开门，不怕入前线。哇哇，哎，野郎啊，野郎啊，你要搞清楚，你把那个野郎当成我是四党之上阳明山那一种啊，太不给面子了，我还以为你要唱什么。这个才叫小本田五十，你的啊？这就为什么你要这样保护他？为什么呢？不是这个，大家看不落去，对吧？那对吧？大家都知道他爸爸是诸葛亮啊。哎，你的对，赶紧帮忙。诸葛亮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？诸葛亮是诸葛亮，谢金燕是谢金燕呢。就是啊，哎，对不对？我也要听他讲一句话。不会觉得年龄差距太多？这什么差距？猪爸爸最上次结婚还不是娶一个二十出头的啊？对不对？我这是有这个例子吗？爸爸那时候娶是不是二十出头啊？他是有讲啦，他可以娶年轻，但是我不可以嫁老的。嗨，谢金燕小姐，欢迎她。小妹妹，我真爱你，我看到你我就真欢喜，我的灵魂要来你啊，飞到你的心肝里。小妹妹，我想念你，请你唔通去别位，你若是无爱我，我连你就去死。你出来从哪？我这看我的表外是桃李的是吧？人都家卡出来，今天又穿开叉的，你看，特别是你觉得他风情万种是吧？太美了，抓几条瓜请出来，已经长大了。这个他这首歌不是以前跟高凌风那个时代就唱给女生听的吗？对对，你看这个话就一语道破。这个我从我小爸就跟我讲了，真的吗？要小心这两个叔叔啊！你是想哪种？讲又光顺啊？前面讲又光顺，来来来，哎啊，小妹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搞清楚啊！啊哈，大家一直以为谢金燕小孩子，她其实成熟了，男未婚女未嫁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可不可以呢？不行，你这先短，这先不赢啊，先不赢。还没结婚就要离婚了？谢金燕，我跟你讲，可以是可以。你买要探听，接了两个红箱，唱几条挂好的针啊！来来，啊，还有歌啊？还有外号的呢。我从山林来，走过地野，跨过河溪向前行。夜郎来啦，夜郎开门，不怕入前线。哇哇，哎，夜郎。野狼啊，你要搞清楚，你把那个野狼当成我是四党之上阳明山那一种啊，太不给面子了，我还以为你要唱什么。这个才叫小本田五十，你的啊？这就为什么你要这样保护他？为什么呢？不是这个，大家看不落去，对吧？那对吧？大家都知道他爸爸是诸葛亮啊。哎，你的对，赶紧帮忙。诸葛亮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？诸葛亮是诸葛亮，谢金燕是谢金燕呢？就是啊，哎，对不对？我也要听他讲一句话。不会觉得年龄差距太多？这什么差距？猪爸爸最上次结婚还不是娶一个二十出头的啊？对不对？我这是有这个例子吗？爸爸那时候娶是不是二十出头啊？他是有讲啦，哦，他可以娶年轻，但是我不可以嫁老的。对啊，对啊。哎呀，咬瓜哈！他不是我妹妹，你还要跟他睡？好一朵红玫瑰，就这样弄憔悴。如果他不是你妹妹，我们男人也无所谓。如果他是你妹妹，我也要睡。我也要睡。大家来睡！吓死人了嘛！怎么会有这种歌词出现？就是
这是被排字员害的，这不是我。这是不过经验是越来越美，那怪不得大家都会有狼嚎那个。卡西别拜，撸来撸碎。好，谢谢。刚刚所唱的所有歌加诸在你的身上，无非是想增加你的魅力。嗯，谢谢谢谢大家。有些人不知道的功，就是张辉讲的歌。黑啊！其实以我的角度啊，什么黑啊？我的黑啊，我的唱嘛，我。